喂，大家好啊，又 Scofield 啊，咁今日咧同阿 Peter 啦，咁啊出到嚟呢个湾仔啊，咁咧就系好耐未出过嚟夜摄啦，咁啊今日终于咧放咗学咧就出嚟影相啦，咁啊我部 Minilux 咧就仲未整好，咁啊好多谢阿 Peter 啦，借一部 Rollei 俾我啊 AFM35 啊，咁啊未用过呢部机，咁可以试下，咁同埋咧今日试嘅嘢咧唔止系相机啦，咁啊仲会试埋一卷菲林，咁呢卷咧就系大陆制嘅 Cinestill800T 啊。咁個英文咧有網友問我叫咩名啦，咁我成日見到叫做 Color Negative Film， 咁有名等於冇名。佢平過 Cinestill 一折嘅，咁啊試一試啲品質，睇下大陸製有幾勁啦。咁啊，而家先同 Peter 食嘢先。出發之前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， 同埋撳埋個鐘仔啦，咁可以支持一下我，咁啊去多啲唔同嘅地方街攝，拍下片俾大家睇下。
咁啊，第一次用嘅感覺咧就係同 Cinestill800T 其實都有啲唔同嚇。咁我覺得佢偏綠，同埋咧佢唔知係咪咧卷得唔好啦。咁卷嘅時候有少少走光。咁啊，你見到我之後啲相咧有啲紅色嘅點點咧，其實應該係走光做出嚟嘅。咁就唔關我部相機走光事啦。后半段的尖沙咀之旅呢，其实就跟 Rex 出来拍的。这一段菲林本身都是 Rex 赞助给我的，多谢 Rex 陪我拍一段菲林。临走之前呢，我们去了尖沙咀的香槟大厦探险，发现上面都挺多东西拍，不知能不能够再做一集跟 Rex 去探险去拍一下照。咁啊，多謝大家師兄支持啦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， 多謝大家收看，拜拜。